我操！楼炸了！这有一个过道的，这是，哎呀，都崩这样了！哎呦我擦，这家伙可坏了！哎呦，这家伙那一个爆炸，这什么爆炸？这家伙可完了，肯定死人了！哎呦我擦，这家伙，哎呦我擦，全干开了！操你妈的傻逼，跟你妈逼两回。看看，这窗户啊，全都震碎了。北欧小镇，是武汉大厦的对面。这玻璃全碎了。你能看清这个楼吗？嗯，
我六点钟吃的饭，我不吃啊，我今儿吃啊，我倒是饿了，我吃的。这玻璃你看，这玻璃但凡是不结实的，全碎了。这。你走，别走进了门口了。咱得找到门口。啊，我让。包括这儿门店门底商什么，这个还是侧方位的，那面正对那个应该更惨。